英歌陶瓷博物馆三楼市民陶艺平台现正展出年轻陶艺家杨家家陶艺作品展。杨家家以那些看得见的日常以及看不见的平常为主轴，创作出一系列的特色陶艺，运用随手可得的材料，包括鸡丝面、发圈、纽扣、植物等，经釉料烧制后形成形状各异的陶制品。 作品中的神鞭陶艺是杨家家想回复生命中最美好的芬兰驻村经验所创作的各式陶艺。这面墙的灵感来源是我去年去芬兰驻村时，然后在当地的时候在超市买到一个纸神做的网子。那我后来把那个网子拿去晋江后，我非常喜欢那个效果。那我觉得去芬兰就像是一个梦一样。那回来后，我一直试图要重建那个梦境，所以我就一样去买了纸神，但是我却编不出那个样子。但是我却因此编出其他的造型。那我觉得这样好像是在编织一个梦想，或是编织一个网子。那那个梦想同时是。 梦想通常是给人家很有希望的，但是也好像是困住自己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就把它做成各式各样。那大家可以从里面去找到一些生活中你的梦想。像这个的话，是我还加了珠珠，然后我觉得它有点像星星一样在闪，但是这个的结构却很像锁链或是网子，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是自己被自己困住的，但是你可以从一些光点去找到出去的方法，不一定一直在笼子里或网子里。运用日常用品入陶，让民众观赏时仿佛进入陶艺梦中，而梦也如同现实，不一定完美，也不一定一切都能得到。是这一次杨家家的灵感来源，将随手捡拾的植物果实进釉料烧制后，就变成一颗颗形状相同或有不同的陶艺品，放入笼中，就像大千世界中的你和我。杨家家那些看得见以及看不见的日常，展期自即日起到8月21日，在陶博馆三楼展出，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数位天空新闻英歌报道。